装饰物也是蛮漂亮的，就是都是花嘛，然后就是很春天的感觉。但是其实大家喝的时候，可以感觉到它是苦的，有点苦，有点甜，然后有点点咸咸的。所以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很复杂的，对那个少女的内心世界的纠结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就想要做一杯，有苦的、甜的、涩的酒，所以大概就是黄醇浓这样感觉。跟台语歌曲做一个很，就是算是一个很亲密的连接啦，让我们觉得很温馨。